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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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那耶，坦塔哈嘎达耶，阿拉哈帝，萨妙萨布达耶。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那耶。坦塔哈嘎达耶阿拉哈帝萨妙萨布达耶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那耶坦塔哈嘎达耶阿拉哈帝萨妙萨布达耶坦提塔哈呼恩阿达勒瓦达勒巴嘎达勒巴嘎布罗舍嘎帝嘎达帝将达帝苏达帝婆利汉瓦利阿帝普拉塔嘎帝普拉嘎拉玛帝伊帝尼帝希塔帝希阿维塔帝希阿嘎勒帕哈耶嘎瓦拉斯摩唵阿帕吉利毗吉利毗迦哥帝涅嘎那嘎玛利迦帝那玛萨瓦阿帝瓦拉玛帝希达阿那那拉阿那哈帝亚帝玛哈阿帝亚悉阿悉瓦哈耶维萨瓦哈耶玛卢萨瓦哈耶萨利萨利萨哈瓦哈吉维尤霍摩安迦帝阿嘎夏阿尼嘎夏阿那嘎那夏阿萨嘎恩嘎阿瓦哈巴托西布达拉维萨哈。好，请完掌。今天继续讲解《三昧经》，不，《金刚经》29品。上一次已经讲到经文，大略说明一下。今天还是继续讲它的大意。第三项，这个经文呢，是说这个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啊，若坐若卧，那这个若这个字用在形容词或副词后，表示事物的状态啊，如来若来若去啊。那这个《金刚经》的主角善现须菩提，是不乎地啊。如果学佛者有人说我们的如来佛好像有来，或者是
好像要走了。那这个为什么说如来出现的时候不是来了，消失的时候不是走了？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如来是法身等虚空，他化一切等流身或垂机化身都不必有来去，主要缘起他就从虚空中现出来。那这件事完了，或者因缘尽了，他就又消失掉了，当下就没有了。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这真的是如来。那如果有一个假的如来呢？他不是在你的面前，虚空中突然间现出来，远近了，突然间又消失掉，没有这种能力的，就不是真的如来。大家还记得优婆居多尊者，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这个魔，那就化很多的金钱、财宝，让大众见之而起贪心了，又开始骚动，我想要去拿，结果呢，就会场乱七八糟，不能安心听法。后来优婆居多尊者事后入定观，是何人啊在作怪啊？结果知道是这个魔波旬在作怪，所以他就用很多属掉的蛇、属掉的这个动物尸体，把它化成珠宝，然后就假装去供养破寻这个魔啊，这个魔看了非常欢喜，所以做五种这个宝贝呢，一个挂在颈部项链，两个让它挂在手上，两个挂在脚上，刚好是五个部位重要的地方呢，都被这个假的珠宝庄严了。那么都非常欢喜，然后不久当下呢，这些东西就变回原形，都是这个蛇之类的动物尸体挂在身上，他要拿又拿不下来，要拜托优婆居多弄下来。优婆居多尊者已经是想尽办法，怎么会拿下来？不会。后来这个魔呢，他就上刀立天，就告到玉皇大帝那里，
这个药宝居道尊者用这个假的东西，动物的尸体啊，那现在弄在我身上，想把我弄掉。这个地书天子呢，他就说了，这个如来的弟子，他们都修到法力无边了，不是一般的天所能化解的。你还是回去乖乖的忏悔，求药宝居道尊者给你化解。后来他没办法，真的就下来人间，就找到药宝居道尊者，跟他忏悔，以后不再作乱，把我的这些脏东西、可恶的东西拿掉。我以后就不再作怪了。来，阿廖婆居多尊者说好，你要皈依三宝，不要再作乱，然后就给他化解。一个修空观的人，他所化出来的东西，境界越高呢，这个结果力越强。像阿弥陀佛化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是业力变现的，是他的如来的神力化成的，所以要能住很久啊。一般变的东西呢，与世间的天神魔等等，只能化七天了，不可能变很久。所以修佛法的人，他要变的能力就很强了。后来药宝居道尊者说，听说魔是有不可变的能力啊，不可思议能变的能力，而且你变如来呢也很神似啊，好像真的一样，可以画32相、80种水好，那请你变变看啊。结果这个魔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因为我变出来，你一定是见到这个化佛形象完美，你一定会下跪礼拜。佛宝基多尊者说：“好，我跟你保证，我不下跪，也不会礼拜。”啊，那这个魔就勉强同意。好，那我就去变啦。好了，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在药宝居道尊者面前变呢？他说等一等，我到森林里面去，你在这里等着哈。然后就走入一片森林，果然不久森林发光了，然后一尊佛就走出来了，真的具足32相、80种水好像。那优婆居多远远的看着，然后越来越近，就不自觉的就跪下去了，真的要拜了，是吧？这个魔就吓了一跳，因为他的神力、他的神通力比他强，道德行为比他好。那都不能说他拜了，跟你说好了，叫你不能拜，你要拜，所以变得太真了，啊。那消失呢，也不能在面前就消失了，还到里面去变了，
对吧？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如来，或者看到了菩萨，啊，有来有去，那个就一定不是真的如来。那，大菩萨已经成佛再来的，像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菩萨，他是现出等流身、垂髻化身，都当下就现，当下就灭，不能说有来有去了。像这个波须尼一样，要变的就有来有去了，假的就有来有去，哇，这个可以给你了解说哦，为什么若有人说如来若来若去？还会落座落恶，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讲了半天，学习金刚经或者般若经，还搞不懂如来的境界。什么叫做如来？那后面我们解释名词，就拿它的梵文来解释。要不来不去，也没有来也没有去，这个叫做如来。所以你在这一品可以理解说，真的如来他化身遍虚空，他为什么可以有能力随众生缘说化就化，千万亿虚空有多少众生在意念，他都可以化，这才是真的如来啊！所以有这种知见的，你学的《金刚经》啊，或者学佛法，来学到说哦，佛来了。哦，佛去了，或者菩萨来了，菩萨去了，这个人真的是不了解什么叫做如来。如来所说的义理还没有真的搞懂，还把如来当作有一个形象。我们知道如来有三，一个是化身佛，一个是报身佛。真正的如来是化身佛，因为化身佛证到遍虚空，我们才知道他说虚空无量不尽，那虚空中所缘起的一切世界，所随业化生的这些众生，不管是净土或者五浊恶世等等的这些，都跟虚空没有两样，是合一的。所以从化身如来化成世间一切相，或者含容世间一切相，有形有相中也有如来的化身，因为化身就虚空嘛，所以你这样去理解，你才能知道说哦，如来不是随便啊这些菩萨可以做的，十地菩萨都还没办法，哇！如果再细问下去，如来还分十地，有十个不同等地的这些如来境界。那所谓化身遍虚空这种如来呢，
一定都是实地如来的，所以我们很难讲佛不能理解就是如来，因为佛就是觉悟啊，所以你要称如来，不如再加一个佛以外多两个如来佛，而这个佛是如来，不是一般的觉者，是吗？觉者跟如来是不大一样的。